為此，特區政府咧特別邀商請咗內地相關部門提供一啲必要嘅協助同埋支持，而內地相關部門亦隨即咧係應特區嘅請求咧展開咗研究同埋協商，並予以全面嘅配合。當中包括內地出入境管理部門同意臨時性咁樣啟用與香園圍、羅湖同埋落馬洲支線出入境管制站相對應嘅內地蓮塘、羅湖同埋福田口岸，而內地衛生防疫管理部門咧，亦都同意喺符合指明嘅衛生防疫要求嘅前提下，獲成功登記嘅選民，如果喺指定嘅管制站票站投票之後，隨即返回內地，可獲豁免內地嘅集中隔離同埋醫學監察等安排。就此，特區政府對中央同埋內地各相關部門嘅大力支持同配合咧。令到今次的特殊安排得以順利推出，是表示衷心的感謝。